振兴，我呢跟你说一个秘密，你也跟我说一个秘密。那些青春电影里不都这样演的吗？最讨厌青春电影。我也是。啥秘密？我跟你说，晨晨，你别以为你不告诉我就能放过你。DJXYZ， that's me。我听说他有一个年纪特别大的女朋友在北京。谁是你女朋友啊？是啊，谁是我女朋友呢？你不会暗恋我吧？没有。真的吗？把手举起来。你为什么会喜欢电子乐？是受那个人影响吗？你不在这儿很吵吗？吵的话就想不到烦恼的事情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幼稚。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我了？你又不能学会去面对吗？你很勇敢吗？你勇敢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我们俩在一起了？晨晨，你是觉得妈妈特别不理解你是吗？你们俩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大，那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别人的事情永远都看得那么开，那看自己的呢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幼稚，但我们就是控制不住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更诚实地面对自己，变得更勇敢。我们现在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All right, this is DJXYZ. Let's go. 我告诉你个秘密吧。这是。你说未来什么时候来？如果此时此刻你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你，那么现在就是未来。